L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哲熙，我今天要来进行一心二用大挑战。该不是我自己吧？乔安姐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你喜欢牛肉面还是火锅？牛肉面。你喜欢睡觉还是吃东西？吃东西。外太空，哎，金马奖，金马奖，金马奖。周润发。一见钟情还是绿巨人？一见钟情。喜欢长发。长发，短发好像也可以。好，都可以。长发。还是长发，我有点想。海边还是森林？海边还是森林？可是那个森林有蛇吗？有的话就是海边，没有蛇就是森林。大提琴还是钢琴？钢琴。因为我最近弹钢琴，我还蛮喜欢钢琴。那如果可以跟一个名人交换生活一天，你想跟哪个人交换？哦，彭于晏。因为大家的老公都是彭于晏，我想当大家的老公试试看。十秒了。太快了吧！我的口头禅是真的假的？那在戏里面的角色叫什么？哪一个戏？雷雨薇。哇，乔安姐好美哦！完了啦！完了啦！哇！这可以吗？可以让我过关吗？我觉得算是有及格了。有几个？大家好，我是林哲熙，我在越狱里面饰演的是雷雨薇，这是一部非常热血然后励志的电影，希望大家5月17号去电影院看越狱。我还有16秒，所以跟大家聊聊天啊。雷雨薇呢，他就是一个老大，他为了大家可以牺牲自己，是一个非常棒的角色，我很喜欢，也跟我蛮像的。三二一，大家要去看，拜托。那你觉得如果乔安姐看到，她会有什么反应？我觉得不如不要给她看到好了。不要给她看到好了。